男方能否接受活在女方光环之下？底下全是兄弟哥们儿啊，你这指手画脚，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我就不应该在这说吗？谁敢再打断我说话？你能把话说完吗？那我不能说吗？你这种女生，把她压得已经太反过来性了。女方不安，男方沉默，是故意隐瞒还是性格使然？我觉得你变了，挣钱挣钱挣钱，这难道有错吗？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承诺，你知道吗？就是，看看，难道只需要一个？欢迎收看《爱情保卫战》特别制作《火热爱情季》，我为运动狂。节目主持人赵川，这里是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七月火热爱情季，这个专场是我为运动狂，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两届奥运冠军杨凌夫妇，欢迎他们，和他们一起来到这个现场，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老师们，还有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自百合网的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周老师。来自世纪家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运动和爱情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冲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给大家展示出来。先看一看这一对嘉宾朋友，他们遭遇到了一些什么，请看。我是小弟，今年23岁，国家二级运动员。我和小文在一起有一年了，反正我们一起打球，一起讨论，然后挺开心的。他的篮球成绩要比我优异，他也总是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我，说你成绩不如我好，你没有优秀，我打过全国冠军，然后就给我一种特别伤自尊的感觉。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总说是压力压力，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反正我觉得他和篮球都对我非常重要，都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一部分。我现在就考虑我们未来还要不要接着继续了。第一对嘉宾朋友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女方是全国冠军，所以男方觉得有压力。这段感情该继续吗？来，掌声请出这对篮球情侣。小金23岁，来自山西，是一名学生，学历本科。小文23岁，同样来自山西，学生，学历也是本科。来，有请有请两位。你经常欺负你男朋友是吗？没觉得。你还没欺负我，当这么多人面我说你好吗？我怎么欺负你了？说说他怎么欺负的。不怕。我在球场上打球，我底下全是兄弟哥们儿的，你在指手画脚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那不应该吗？你打球我就不应该在这说吗？你这错了我就应该在这说。你现在还打断我说话？你现在再打断我说话，你能把话说完吗？这么多人都不给我面子吗？那你说你说。我在球场打球，底下全是我的朋友和哥们儿啊，他就在底下就那指手画脚，这不好那不好，你臭球篓子，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什么都是我错吗？朋友怎么看我呀？不为你好吗？难道要等你比赛输了我再下来？哎，你这个应该这样的，你说要比赛输了，那你不能私底下说，非要在球场上说，让别人看我笑话吗？我找的是女朋友，不是教练。你要当我教练的话，我可以找别的女朋友吗？咱俩不用在一起了，那我重找个女朋友行不行？那我不是你女朋友吗？你做女朋友，你关心我了吗？怎么没有关心你啊？你关心我，每天就24小时就不离开篮球是吧？你有时间陪我吗？那不是要训练吗？那不是要比赛吗？我说我不支持你训练了吗？训练是应该的，但训练完了，
你还跟别人打球，他忘了我生日了。哎呀，太小心眼了吧！就因为篮球，啊，就因为篮球他忘我生日了。那不是要比赛吗？要训练呀、啊，那不是突然忘了？那你训练完了呢？那一激动给忘了吗？你干嘛？训练完了你没来找我呀？这你也计较啊？这怎么不计较呀、啊？对不住啊，口斗比赛暂告一个段落，第一节结束。局间休息，我们采访一下双方运动员，可以吧？一个一个说行吗？您打什么位置啊？嗯，后卫小前。全国冠军是吧？啊。大学生。大学生。啊，你的最好成绩呢？我山西省第二。啊，这个打什么位置啊？三号位到五号位都能打。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高中其实就是一个学校啊，然后我们一起训练啊什么的，那会儿还是就是朋友，嗯、没怎么样。后来到大学吧，他挺照顾，然后就在2011年的我生日那天，就是他跟我表白。你主动追的姑娘是吧？啊、嗯。你喜欢她什么呀？都有共同爱好吧。啊。而且以前高中就互相认识，一起训练，一起打球。嗯。觉得共同语言挺多的。那会儿他看你打球会说你吗？那会儿不会，他会有一些鼓励。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说你了呢？拿冠军。就是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次都是拿着嘲讽我。就因为他是冠军，那本来就是冠军嘛、啊、你就没有怎么地吧，你是冠军是因为你有条件啊，我学校给我的条件我也能拿冠军，客观原因你不能归到我身上、啊、你这才是客观原因啊，你再受不了了是吧？嗯，那你到底你觉得你的技术比他怎么样？比他强啊，而且我先天性优势就比你好，我是男的你是女的，那是你身体好你素质好，那怎么了？那技术啊，技术我也比你好。怎么着？今天你们俩比一场？我随便，不让他，肯定能赢啊，是吧？是啊，必定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在现场进行一次这个大对决，对决一共分两项进行。我们先要进行第一项，来，请上我们的道具，有请。知道那个怎么算赢吗？这头分数越高，就算赢了。嗯，开始。时间到，啊，50分，来吧，你行吗？行。来，小伙子，开始。谁获胜了？我呀。服吗？不服。为什么？王振你都能输我？对，我球掉了三个了。那你客观原因，我球也掉了，那是你没投好，对不对？好，不服气是吧？不服气。再比一个项目。比啊。你出题吧。你不是前锋吗？能过人吗？过我，过了我就算你赢了。比吧。对，我运不住球了，知道啊。你干嘛呀？有必要吗？你现在知道伤自尊了？还没运起来呢。你现在知道伤自尊了？有意思吗？你现在知道面子重要了啊？来，站上来。我看你特不高兴，太要强了吧？玩嘛？这是比赛，不是玩。受不了了？你现在能体谅他那个时候被你数落的那种感觉吗？我没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很正常，我没有说怎么样。啊，但我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我输了。输了哈、嗯？他太专业了吧？徐总，你守一下守得住吗？差不多吧。子君，行吧你？你看，徐的人了，来来试一下，过来过来过来，来球拿来，来你来当线，啊，你当线啊。快40了吧？啊，37，37了，真37岁了，孩子都好大了。
来，把球给人家，小心点啊。这叫男人，你看，坐回去吧。好，徐总老当益壮。哎，不错不错不错。你怎么不高兴了呢？什么呀？啊，赢了还不高兴啊？不舒服吧，赢了不舒服。为什么呀？赢了也不舒服。因为老鼠好久没练嘛，而且比我大。啊。我反正各个方面也没有什么能比啊。运动成绩能跟这个爱情放在一起，你爱他吗？嗯。你爱他什么？我觉得他挺好，所以我其实挺照顾的，我挺不想放开他的。但他老因为我什么说话不好，什么老给他压力，有时候我就很正常，我不知道我哪里就说错，我哪里做错。嗯，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压力的。就是一打球你要赢了吧，你就特高兴；你要一输，不是你还没和他在生活上有接触了，他特别麻烦一个人。啊，你说说怎么麻烦？麻烦我朋友，麻烦我兄弟。啊，我俩不是那次分手吗？啊，他就麻烦我兄弟打电话发短信，就一直就说你帮帮我吧，帮帮我吧。然后说让我俩复合，后来我俩就复合了。啊，现在我那兄弟感觉他就是个比较后悔，就不应该让他就是和我和好。今天我兄弟也来了。来了来了。来，兄弟来，我看看。这也是打篮球的吗？他是全国冠军体操。就这种是我的话，十个我都不会再跟你处对象了，不可能。男人最要面子，他刚跟我们刚入校的时候多阳光一男孩，多有自信一男孩，现在成什么样你自己看，从上台到现在你自己看什么样了，就是被你逼的。我没有。他是打篮球的，在他心里篮球是也非常重要，我也在下面看着，我们是给他加油，你在下面就是你打的还不如一个小学生。我已经至于的吗？好久了，我已经忍了。就是他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我看在眼里，所有东西我全都知道。他怎么？你给我举个例子行吗？第一次你们两个分开，你给我发短信，我的手机上你跟写作文一样成百成百条给我发。发短信什么内容呢？我想好了，我不会再对他这样了。啊，我一定好好对他好。啊，怎么怎样，反很多吧。其实我看到这样的话，毕竟一个小姑娘能做这样，我以为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当时是帮我哥们说，你想和好好，我帮你们，我们哥们都帮你。好在一起以后还是这样。所以你就后悔了是吗？特别后悔。我告诉你，比你好的女生有的是，想跟她好的女生有的是，你这种女生把她压得已经太喘不过来气了，从生活上运动上是很多事情都她任何自信都没有。你哥们这么数落你女朋友你都不反击？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我告诉你，现在你就跟我下台走，还谈什么呀？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再让你再跟她和好了，不可能。兄弟，今天咱也把话说明白，没有必要了。这个感情的事啊，自己知道痛在哪，分了手他们不痛，你痛。你还有话吗？谢谢谢谢，请回。怎么了？给说哭了？我就不知道我说那些有什么错，我就觉得篮球场不应该吗？我不知道怎么让他压力，怎么给他累，怎么就麻烦他了。让老师来帮帮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是你们这运动员都这样吗？这么好胜。你要作为一个运动员，你肯定有一颗好胜的心，一颗不服输的心。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能永远在赛场上，你终归得有下来的时候。你没必要天天把这个赛场上这些东西拿到生活当中来，这样多累啊！什么事情都要争强好胜吗？不是，人生可不全是比赛。我觉得既然你爱他嘛，其实有时候看他比赛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为主。你看防守的时候也挺厉害的，那防守只要他不留情的时候，你看，我相信以前如果你们要一对一他让着你的时候，应该都是你赢，那是因为他想哄你开心。杨老师其实也有运动低谷是吧？对。王老师那会儿安慰他还是说他臭啊？王老师让他自己说啊。对，我觉得当事人感受应该最深啊。我运动低谷时间很长，我大概有将近两年多三年的时间，那时候成绩很差，但是我觉得我爱人那时候可绝对不会说你真臭，你这个那个，因为我爱人是教练，那时候我是运动员啊。如果按理说教练说运动员那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我爱人那时候绝对不会说是，哎，你怎么这么臭啊？以前打这么好，现在这么差，这是十环，你不知道十环在哪儿吗？他从来不会这么说。
到最后我能走出低谷，其实我爱人帮了我很多的。嗯，三位老师，我先说说这女孩吧。你是 CUBA 比赛的冠军，对吧？但是你可能会是 LOVE 赛的第一个被淘汰。回想起运动场上那句话，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爱情当中更是一样的，爱情当中没有输赢，到底谁输了谁，谁赢了谁没有关系。因为如果要输的话，全盘皆输，大家都不会在一起了。要是赢的话，就是一个双赢。做男生来讲，第一，我觉得你要尽量包容他、体谅他；第二，你太没有主见了，你都什么朋友啊？你一朋友在这骂你女朋友，你都不管一管。而且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在爱情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朋友，你就是在一直替他说话吗？我就是替他说话呀。我觉得你的朋友做的的确不太对，因为如果是爱情当中有主见，是你有主见，你要不要跟他和好，你要不要跟他分手，都是由你来决定。你的朋友叫你和好你就和好，你的朋友叫你分手你就分手。那你这个大男人，你算什么呀？哦，你的女朋友强势你就觉得她太强势，你的朋友强势她就不强势了呀。所以我觉得关键是你自己，你有没有主见。我想肯定真的会有其他女孩子追你，那其他女孩追你只是啊你好帅呀，啊你打球打得好好啊，那就是你要的吗？你就需要别人这样捧你一个场，真的有他那样真心实意对你吗？我估计为什么你会跟他重新和好，因为你知道他的真心实意是你换不来的。嗯，千万不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自己所爱的人的面前，因为战胜自己的爱人实际上是件痛苦的事情。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混淆起来，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家人，才是一个职业者。运动的精神是参与和合作，而爱情的精神是包容和成全。女方一直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我是真心为了她好啊，恨铁不成钢啊。对，你这样做没有错，夫妻之间不需要客客套套，就应该一语中的地指出对方的弱点，那是真正的为了他好。但是请记住一句话，作为女方的你们，对于男方提出意见的时候，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苛责。请问你那是鼓励吗？你那是指责，瞧不起。没有什么比爱人之间瞧不起对方更痛苦的事情。还有，作为运动员，有好胜心固然不错，那是胜利的源泉，但如果好胜心切，那便功败垂成。你说你找了他，你要是找了他刚才的那个朋友，你肯定说不过他，你只能天天抹眼泪，也就这么好的性格他能够容忍得了你。另外还有男方，不管自己的女朋友说自己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他有没有离开你。有些女人说你不好立马掉头就走，那是不爱你的人。她呢虽然不会说话，情商不高，但她不管说或不说，她还在你身边，那是真为了你好。成功的时候用冷静的话语来激励你，失败的时候张开怀抱拥抱你，这才是真正的爱你。来，我问一个问题好吧，如果他不去看你打球，是不是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应该不会吧。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觉得特光荣？我帮你换一个角度，王老师除了对杨老师的爱之外，可能有一点也挺让你骄傲的，就是蝉联两届奥运会冠军的一个这么冷静的一个射击冠军，是你老公，你挺骄傲的吧？作为同行，我非常崇拜他。啊，追他的女孩子也不少吧？嗯。怎么就被你拿下了呢？我更优秀。你看就是这个。你们球队那些男的，包括你刚才那哥们儿，他女朋友干嘛的呀？是全国冠军吗？这你女朋友挽着你胳膊的，这多骄傲啊。换个角度想啊，挺开心吧？开心，绝对开心吧，多有面啊。你这么一想你还生气吗？还有你，我觉得杨老师刚才那段话说得特别好，你不可能一辈子在赛场上，比赛不是你的人生的全部，你把自己弄那么硬干嘛？情感这个事儿是最不能较劲的，啊，你要较那个劲，你会受特别大的伤害。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别分手吗？你有人错过我改不行吗？我觉得打球嘛，那性格就从小就那样啊，那我尽量改嘛，别分手行吗？
你得说你多么的爱他，多么需要他呀。就像不能没有篮球一样，不能没有你。如果在篮球和他之间做一个选择，一定要选择的话，你会选择谁呢？我选择你。哦，好了，人家表白的时间到了，该你了，兄弟。嗯，分过一次手，你又不知道因为啥，然后分完手和好也就那么回事儿，现在又到这种地步上了，我觉得我改，我尽量改。这真太累了，你改不了，你真改不了。能，你怎么让我改不了啊？真改不了。哦，你说啥？别走。真的还可以吃，回去吧。好，时间到，来，姑娘回来吧。你不可能做到世界最强。当爱情来的时候，你不会考虑谁强谁弱。但我希望我在我家里面我是强的。对，你去找一个弱的吧，你去做你的强人吧。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驾驭一个优秀的女孩子，你找到的只不过是依附你的那些凌霄花，仅此而已。两位请回吧。姑娘学会坚强，回去吧。嗯，如果当我们英语在场上驰骋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些所谓的欢呼声，而缺少了那个平时骂你奚落你的女生，你会感觉到失落的。回吧，回去，姑娘，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想跟他分手，回去吧。我在这儿等他，看他出不出来，我在这儿等他。你就在这儿等他了？啊。那我们给他把门转上还是不转上呀？你说。转。转上啊！来，请关门。哎呀。你回来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你呢。来，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碰到了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男孩子，他说要分手，你们是一定要拽着他的手不让他走呢，还是说放开他的手？如果一定拽着他的手不想让他走，你们就摁赞成；如果放开他的手，你们就摁反对。来，请选择。好，现场有51.85%的朋友啊，他们做了个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像你那么固执。你自己数五个数吧，看他出不出来，好不好？数吧你。一、二、三、四、五。请开门。好啊。我得先收小手。能不能改？等。以后你必须都得顺着我，能做到吗？做到的话，我现在还走。能。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你感觉有点逞强示威的，你没必要在这个时候非逼着你女。那最起码给我面子就行吗？哎，这可以啊。哦，这可以啊。其实我今天让他给把面子给足。对、啊。你没见过女人向男人求婚的吧？我今天让他给你求婚，有没有面子？有。来，你们俩过来。谁给谁求婚？先说好。你先答应我，我给你求婚，起码在后面给我面子，不要再像以前的了。能答应。你多给我点时间，让我自己干自己的事情。能答应。行，我愿意跟他求婚。不是，他心里在想，回家再说。聪明的女人一般都在家里教训男人，愚蠢的女人都在外面教训男人。记住了啊，来，有请。谢谢你，谢谢你，去吧。好，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这个订婚礼盒套装，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你求婚啊？我求婚。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哎，没面子，没面子。等等等等，别轻易，有浪漫的事儿呢，站起来，站起来，不算。你爱你也爱他嘛，就那么点事儿，互相包容不就好了吧了？来，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来，张慧，我爱你。你是身体素质手都攥得老紧了。你能抱着他吗？怎么抱啊？这么抱。
这个运动员身体素质好，可以多抱会儿。他这样抱着你开心吗？这你提前结婚了吗？开心吗？以后别那么凶的对人家行吗？在外人面前给他面子可以吗？可以。我可以走了吗？我还有一个问题。说的啊，那边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句话送给你，男嘉宾，我还是那句话，最容易搞定的是自己的女人，最难搞定的也是自己的女人。一时的妥协是为了走得更远。听明白了吗？要不听明白我再说十遍。你这太有哲理了。就是说啊，让你们俩就这样好好的抱一辈子，开开心心的活，这么抱着也很幸福。但是抱不动了。他本身就是个累嘛，哎，你就应该这样。他说抱不动的时候，你不是训他？哎，你怎么一点力量都不练呀？你应该直接把他搂在怀里。对，这就是相处之道。我们在教你们相处之道呢啊。我抱下去吗？抱下去。可爱了，你们不要老说别人情商低，一旦情商低的人，他想明白了，他们会很幸福的。今天算是他们的爱情当中的一课吧。接下来的嘉宾出场会让大家见识到什么叫肌肉和力量之美，但是这种肌肉和力量之美恰恰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先给你们看一个小片子，请看。我是小坤，我是一名健美运动员，我在去年的天津市健美比赛中，我拿了天津市60公斤级亚军的成绩。我跟耳坤认识大概有2年吧，正式在一起呢有1年多。但是由于最近工作和训练的原因，我陪他的时间就更加少了，再加上我平时在外面从事健身教练的工作，身边一些追求很完美的女生，然后会比较多，然后相对来说对我的诱惑比较大，加上我平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就比较亲密的接触吧，然后常常总是觉得我在忽视他，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定感，经常就是约好了什么事情突然告诉我啊，我有什么什么训练我不能到，好吧，那经常就是这样，我一次两次可以忍，可是我也是个女人呀，我也想要有人陪，我不知道将来他的生活中会不会还有我，他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你的肌肉魅力让我实在没有安全感，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阿坤，22岁，来自浙江，学生兼健美教练，学历本科。女主人公灿灿，23岁，来自山西，她现在是在读的研究生。展示一下吧，兄弟。您觉得他刺眼吗？啊，你想成为这样的吗？说真话吗？真话。我想。为什么呀？我觉得帅呀。他是去年的健美比赛2名啊，他很优秀啊，很多人都说他好，但是很多东西变了。我们先把衣服给他穿上行吗？别凉着了啊。其实健身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会让自己自信。您说的对，对，我也健身，能反映他的意志，确实是，是的，而且是我看到了他身上这些优秀的部分，对啊，所以就是我选一开始我就想找一个，就像大力水手一样勇敢，然后拯救自己的女人，嗯，可是很多东西，我当了他女朋友以后，我才知道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哎，我问你啊，你简历上面说的是研究生是吧？对，什么专业？运动人体科学。啊，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你们俩真是绝配。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也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才走在一起。那现在怎么了呢？有什么没安全感的呢？他就觉得我身边的
女性会员很多啊，然后他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其实那只是我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你觉得能一样吗？我上次健身房找你，你说你当着我的面都跟人那样那样。那个仅仅只是我的工作，我应该给他们知道。工作就。他当着你的面哪样哪样？跟女会员肢体接触。肢体接触只是出于工作上的指导而已。你跟人的笑容，你都没跟我那么笑过。那就只是职业上的笑容，好不好？我必须得拉拢住我的会员，因为他们决定我的收入。你的会员很重要，我不重要。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支持他工作，不支持他的事业。那些都只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就特别希望哈，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个人时间匀一下，给自己一个规划。因为我一开始现在不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嘛，我需要奠定很多的会员基础。你现在就让我今天挑这个会员，明天挑那个会员，我还有会员吗？哎，我问问你啊，我听他们说你的女会员都特喜欢你，是吗？还好吧。好吗？有的女会员没事就找他，就说啊，坤哥遇点什么什么问题啦。这也只是一些额外的一些辅导而已。那你是私人教练，你又不是他爸，你是我男朋友。吃醋了。我有时候一跟你闹，我特希望你重视我，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想闹，我累了。你都给不了我一个承诺，我给你的一些行动上的行为，你就没觉得那就是承诺吗？我这么拼命的工作，从早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随叫随到的服务。那是别人对你随叫随到，可不是我对你随叫随到。这不是为了以后的经济基础吗？你有没有想过，你钱挣够了，可能我也不在了呢？哎，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了？一年多。怎么认识的呀？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在健身房，因为我不是学体育的，所以就动作不太标准，他就过来帮忙指导了一下，一来二去的就慢慢成了朋友。今天带了你几个学生来，是吧？对，带了几个学生过来啊，让他们帮我讲一下，就是说让他的解释一下。有必要吗？你总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对吧？你不能这样一直误会着我。我们把教练的学生给请上来，来，有请。都是教练的学生？是。喜欢教练吗？非常喜欢。哎呀，我们的教练呢，就是平时带我们都非常的热情真挚，然后呢，他不管有一个性感的外表，还有一颗炙热的心。平时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饮食方面呢，我也向我们的教练去提问。你有男朋友吗？还没。主持人，你也是一男人，你觉得你受得了吗？但是我们的教练跟我们真的只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她漂亮吗？真的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她漂亮还是他漂亮？你说，从大家的审美观来说，肯定是他漂亮。但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女朋友比他漂亮。主持人又没问我们，问的是你。我们只是从心里去敬佩教练，而绝对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你们知道教练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吗？还是研究生？听说过。谁给说的呀？在我们就是教练帮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有聊天，有训练之余谈感情。好教练。哪有啊？我呢，属于就只是想来寻求那个专业上的知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他女朋友怎么想。我觉得我们问的也挺专业的呀，因为都是想把自己的身材保持好嘛。好，你来问一下，你们平常上课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情景？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平时都给他做一些指导，比如说他练二头肌的话，我给他做的时候，我会叫他控制这个肌肉，慢起慢放。但是这就哑铃吧。对，然后你看，慢慢起，对，慢慢放。慢一点，对。看你女朋友的眼神，哎，能杀了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见更亲密的。健身房里头，他总会有一些放松什么的。那些仅仅只是工作，好不好？工作，你的工作是给人锻炼，你还要给人家放松按摩呀。别吵，我问几个具体的问题吧。都很喜欢教练，是吧？如果你们教练现在没有女朋友，就是一个单身的状况的话，有人会追他吗？有人会追他，请举手。我在这儿，他们不敢举，怎么办呢？我特害怕 ，hold 不住。我们之间缺乏的是一种沟通和交流，你明白吗？你的工作，你需要跟会员接触。我没有说不支持你，我没有说上去冲上去
怎么样吧。但是我就特别希望咱能不能别把工作的事儿带到咱俩相处的时间。你训他的时候真没办法，因为我特别希望你能把这种我得笼络住我的会员，我才能有我打断一句行吗？你们要吵的话，好歹让你说的这些上帝会员休息会儿行吗？你不能让人陪你陪战吧？那你给送一下。谢谢大家。沟通问题吧，你要怎么跟人沟通说呗。你自从当了健身教练以后，我觉得你变了。我哪变了？你每次总说挣钱挣钱挣钱，这难道有错吗？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都别吵啊，我问你们答行吗？灿灿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家，这个家在哪儿？能不能在天津？好，我们将来怎么样？行，我还有2年毕业，你还有1年毕业，咱俩将来呢？我跟你回浙江还是在天津，我们有个落脚点儿。我现在才刚起步，我也不能给你那么多的东西。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安排长了以后它会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知道吗？所以你总觉得会变，你不去面对它。那咱俩呢？咱俩是不是有可能变呀？我问你，你对他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你需要什么？我想知道他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也自己也就是问过一些同行，运动员挺辛苦的，保持体力也挺难的，练成这样挺不容易的。但你真的想用一辈子就用这身肌肉养我吗？难道这不可以吗？他如果未来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这意思吗？对。OK， 好，你打算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吗？我很热爱这个行业，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这个行业收入很高啊。你觉得你的行业中的诱惑你能受得了？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顶得住这些诱惑。当中你能把我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我愿意把你换在我心里，难道还不可以吗？心里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能知道你想什么呀？短信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别人的短信。我们都这么久了，难道还需要每天在意这一条短信吗？在乎，我在乎。我现在觉得我特别自卑，你知道吗？心放宽一点好吗？好吧，我来问四个问题。第一，现在每天靠什么来联系？电话。每天都有电话吗？不一定。谈恋爱期是吧？一周看几回电影，或者在一起吃几次饭？没看几回电影，吃饭的话也是偶尔。特殊的日子会不会送礼物给女朋友？这个会。你还记得咱俩在一起是哪天吗？我知道啊，3月14号。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吗？知道，8月15号。这不都知道吗？我真的把你放在心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呢？对不对？还有，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为了你我要扛很多的事儿。扛什么事儿？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有时候问我男朋友哪儿的，我说浙江的。那你们将来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他现在还在上学嘛，然后我得让他上完学，我准备把他带走。在哪儿？因为北上广相对来说对我的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有什么想法他从来不说，你知道吗？现在还这么早，你现在说那个有用吗？不是咱俩沟通，就是咱俩商量。很多东西都在变，你说你现在沟通有用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好不好？那你觉得沟通是没有用的是吗？那咱俩相处的意义还在哪儿啊？那就分手吧，长痛不如短痛。你们看到问题所在了，应该听听专家老师们的看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跟女孩说几句，你现在状态啊，就明显的就是安全感缺乏的一种状态，对，焦虑、不安、恐惧、多疑，对，导致了你们这爱情的自由空间严重的被侵蚀了，所以我觉得特别累。你是有自己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一个婚恋相处的模式一定是工作式的平等的，而不是一味的汲取。另外一个就要付出，同时要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干涉他的事业发展大忌。我有时候理解他，但是我有时候有点故意的，有时候就希望他能稍微重视我点儿。我相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接下来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还有你有两大问题。第一，沟通，爱他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你不是说我做了，然后他一定会看到了并不一定理解。如果这会儿还不沟通的话，那就问题就越来越大了。一个缺自信，一个缺很好的沟通方式啊。周老师，灿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你们恋爱的开始这个认识的过程，你认可吗？
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我们俩是这么相识，然后这样在一起，所以你很担心他因为有这种原因，然后跟其他女孩子也会因为这种原因而相识相知，然后并且他们也会相恋。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开端秉承怀疑的话，我们就可能投射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就会认为他就会在其他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跟其他女孩子恋爱。如果仅仅是因为你怀疑他的一个真心的话，你要做的事情是跟他进行更好的沟通，而不是一味去猜忌，都是怀疑。如果你所有恋爱都是猜忌和怀疑的话，那这个人即便他再可以让你信任，他都让你信任不了，你很难受，他也很难受。而对于阿坤来讲，灿灿是本身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害怕怀疑，所以他更希望你能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可能就是时间，我们做一个人生短期的规划。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变化太大了，根本就人为没法控制这些。可是你刚才也给了一个概念啊，你说未来北上广深可能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范围，但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给过他。北上广这就一下就三个城市了，对不对？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得两个。但至少不管在哪一个城市，你是不是给了一个范围，说我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们不会留在天津，我可能也不会回到我老家。难道仅仅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他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人，那你就要针对他的计划来给他一个罗列。姚老师，你看到什么了？小伙子阿坤啊，练健美，你练这种项目，其实你想展现什么？成功很高。就是展现出我很专业。因为我需要靠我的外表去，就是说，去让别人相信我，你在我这里训练能达到最专业的训练效果。你展现的是你的肌肉美，当你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很享受这个。所以你现在做健身教练，刚才你几个这个学员上来之后呢，你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这种感觉。对，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觉得你觉得你的力量之后，你觉得我很美。其实我倒认为他。从内心不见得去对他们会有什么感情上的东西，这种因为他们认可我，这就是我的追求。对，这也是你的一个问题，你因为你太过享受这个了，你把这个已经带到你的24小时了。你要是心里有他，有你的女朋友，那么你在平常回去的时候应该多照顾一些。回家之后，我建议你把手机关了。但是这个行业必须得就是说。你总是非要放慢的。这个行业不包括你健身房以外。对。我就是感觉女孩子可能是怀疑心过重了，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自卑，我不相信自己。我觉得她现在是啊，越来越完美，挣钱，然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我呢，还是个学生。就他说的变数很多，所以我是觉得他就算能挣钱，却给不了我一种安定感。我觉得以前想要那种光环一样，或者说他外形很好，或者他能挣钱，能给我一种有一些物质上的一种安定。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虚无，特别形式，所以我觉得我俩就距离越来越大，我觉得有时候挺痛苦的。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我好像所有人都感受不到你这个标准。可能也包括他，我觉得你放松一点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对，你就想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别顺杆爬。我跟其他的四位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男人赞美自己貌美如花，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女人赞美自己刚强伟岸，但面对赞美，同样是赞美，男人不如女人淡定，同样是诱惑，男人不如女人能够把持住自己，这是我的见解。很显然，诚如男生在 VCR 当中所说的，我的身边有很多诱惑，他自己也承认是诱惑。而且从资料当中所看，他与自己的客户之间的短信内容的交流、电话内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业，摄入了对方的生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也就是我最不能忍的地方。还有一点，男方沉默。男方的沉默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不光是事业，还有感情的不确定。他对感情是不确定的。男方始终强调说，你纠结那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一直在变呢。但是夫妻之间不有商有量，怎么可能是夫妻呢？女人要的是态度，男人要的是效率，
你认为我说几句话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说，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你也没有必要纠缠。但是他毕竟比你大一岁，他考虑将来的方向，他考虑将来的生活，你就跟他聊一聊又怎么样呢？你能穷尽心思的投其所好的跟你的那些所谓的女客户谈一些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以争取他们成为你的客户，成为你的衣食父母，为什么对待自己的女人就不能耐心一点的说一些你不喜欢说而他喜欢说的话呢？那么我想跟女方说的一点是，有三点你是无法改变。第一，你年龄比他大；第二，他所接触的女客户无论是气质还是长相都比你漂亮；还有第三点，他不可能不做这个行业。健美工作已经完完全全占据了生活大部分的时间，他为什么呢？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要是花一个小时跟你唠那些没用的生活里的家常，不如我花这一个小时跟我的客户去谈谈一些生意回来，我要挣钱养家吗？但是在挣钱养家的过程当中，这种价值观的错误很有可能让他经受不起这个诱惑，而你确确实实也有过多的猜疑。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基于三点不可改变的事实，你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女人，那你就做下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就不要一天到晚歇斯底里，你痛苦他也痛苦。五位老师的话里面，王老师的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我也觉得灿灿好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你失去了自信，自我的否认，都不知道自己哪儿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没有爱情都不重要，可能世界都坍塌了，你要重新来过了。而那种盲目的膨胀和盲目的自信，其实比没有自信还要可怕。都过度了，两位想明白，想明白好多事儿就解决了嘛。好了，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其实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好多话我一直在心里，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自己都有点不敢面对。以前我是一个挺自信挺阳光的人，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也发现咱俩共同点挺多的。但是现在我因为你越来越优秀，我却越来越自卑了，觉得我再怎么锻炼也不如你的女会员。有时候你不想跟你说说话，我想问问你怎么样过的，然后你有时候不知道心情不好还是觉得我比较多疑，你说一句你不懂，我觉得好伤心呀。有时候我也都在怀疑我有没有必要坚持了，真的我很累。其实你总说我身边充满诱惑，其实这诱惑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你说我跟你沟通少，但是有时候你老纠缠于一个问题，我们就聊不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静下来认真的聊一聊，真的，我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好吗？没了，请亮灯。请回吧，请回。来，请关门。各位嘉宾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他们俩的这段感情吗？女孩子这么没有安全感，男孩子又如此的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来，请选择。现场有84.38%的观众朋友反对他们走在一起，这只是你们的观点和态度，他们自己会做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一起来数五个数，来，5 4 3 2 1，请5 4 3 2 1，请开门。说很小就练武，对不对？对。他们说您现在还可以用两个手做俯卧撑是吗？没问题，现在能试一下吗？是。曲总你行吗？两个手指就这个你行吗？别累着啊，歇了吧，咱都52岁了。行啊，现在不行了。原来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谈了12年恋爱了是吧？对。
您的资料上面写的离过一次婚是不是？对，他在外面又外遇，哦，回来他就要和我离婚，哦，所以他就打我。他打你哈？对。按理说有这种家暴经历的女人挺害怕这种动武的男人。你跟他认识的时候知道他练武吗？我知道，因为我们都是邻居嘛，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因为这样互相经常关照。啊。有一次我们都去拿货的时候，在那个车上遇到了小偷，嗯，把我的包包给抢了。哦。后来就是他去给我那个抢回来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他洗了我的，我跟他有安全感。就是我们在十二年当中有一点不好，他一直不跟我谈结婚的事。为什么跟人相处十二年不跟人领结婚证呢？他跟我十二年，我确实对不起他。因为我前妻离了此婚，前妻伤了我伤得相当严重，所以我发誓我。你为什么离婚啊？从今以后结婚了啊？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做生意嘛，前妻跟人家好上了。你们俩其实都是这个伤心之人，对吧？对对，所以说他也每次只要提起结婚，我就有一种反感。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呢，都五十岁了，我就想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可是我一提到结婚他都很生气，他这种人不可靠，不能给我未来的幸福，所以我坚决和他分开。他不愿意了现在？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跟他过。好不容易走过来十二年，一直关系都比较好，我也不知道他为一张字儿想离我而去。我离你而去，我们找的钱赚了有两套房子，他拿进去全部赌了，两套房子他都输掉了。现在你说我怎么能跟他生活下去？那两套房子的钱都是我挣的，全部钱交给他的。你交给我，我是买了房子啊，我又没拿去一个人用了。你现在把他输光了，你看也了，所以你说我跟着你，我有安全感吗？我输光了，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要陪朋友嘛。陪朋友，有你这样陪的吗？你这点控制力都没有吗？你不知道赌博不对吗？我知道。知道赌博违法？我知道，因为我们习武的人都比较仗义，朋友来了这说一句话，不可能不去啊。他们让您杀人，你也去杀人，就你那功夫去杀人？杀人我不敢，但是朋友，我喊我输钱，我敢输钱。就这样。那是朋友吗？完全是借口。你说这就是陪朋友愿意输钱。你现在还有外债吗？现在基本上还房子抵了，房子两套抵了。前阵他还要把他妈妈那一套房子拿去抵押。干嘛？他说他要重新开始，谁还相信？因为他那个手根本都管不了。我就是说，所以我根本都不相信他的话。相信我，我从今以后我不赌了，我打算把我们母亲的房子拿去贷用银行去贷一笔款出来，我们重新做生意，重新站起来，然后买了房子再娶你。谁还相信你？他根本都是个骗子，说话不算话。如果说我这次再你不相信我，我再去赌，你把手给我宰了，我拿去喂狗都行。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反正彻底和你分手。你现在看着我什么都不顺眼，是吗？是啊，你把房子都输掉了，我们窝窝都没有做了。啊、我把你找，我是看不惯的。我把房子找回来，你把钱交给你的时候，你没说，我看着我不顺眼。但你交给我，我们是挣了房子的。您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儿说我就敢把妈妈的房子抵押了做生意？万一赔了呢？因为做生意嘛，我们练武之人，我的脑壳本来比别人比较好用。练武之人为什么比我们这些人脑壳好用呢？从小练起说，其实最笨，比我们同等人的人，我都比他们好用点。啊，就是你在练武的里面属于脑子聪明的是吗？最起码说有个经济头了。你那么聪明，干嘛去赌博呢？你别看我们笨，但是我们不赌博，你知道吗？那都是后头没有办法，朋友多了的情况下。这你怎么动不动就是我们习武之人呢？你看，我们习武之人讲义气，只是借口啊。我觉得你说这种人根本不能和他生活下去，所以我坚决和他分手。哎，你其实坚决分手就行了，你干嘛来我们节目？他不干了，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听他说，他纯粹是乱说的。我怎么乱说？你我看你那个大头。我这个像什么呀？我人不坏，我心眼儿不坏。关键是这两年呢，你变坏了呀。因为这两年是吧，生意不好，亏了。做生意是有亏有赢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亏了还是赌了呀？有亏了点，有赌了点，都有点。还不认错呢？我说你去自取其证。他就来拿我的包，我就不给他，他就一掌给我拿来，他就是把我那个眼睛打了，他就把包抢出去，照常把钱拿去走了。别听他胡说。我怎么胡说？那些都是我先拿他的包，他不给，他就把包一甩，打到我脸上，我顺手都有一副，他一甩我一副，你那顺手可？你说他那个顺手之重，打了我肿了3000。我还不是有意的。他一你要有意的还得了？他一甩过来，我一挡嘛，都是这样。我要出门去办事，大概10-20块钱有什么？那会儿你们的钱是他花的呀，还是你输的呀？他也花了些。我花什么？我吃没吃什么？穿没穿什么？买的房子你输了。哎，这样吧，人家一个弱女子放人家一条生路吧，行吗？有了一次婚姻失败，我不想再失败一次。那你就踏踏实实娶她呀，都处了十几年了，你不娶人家？娶她现在有房子又没有了，所以说我想向她道歉，对不起。现在我把我们老母亲的房子拿去贷款出来，我重新做生意，买一套房子，我们重新开始结婚。你是重新做生意还是重新赌博？我也敢相信你。不，绝对不赌啊！绝对。我刚才说的，我肯定不信，因为我向我们两个重新开始，叫她去找一份工作。可他说放不下面子，就像刚才他跟你说的那样，什么我是老白，怎么辉煌过，你辉煌可以怎么样？你就不吃饭吗？您的意思，你不会吃饭吗？您的意思，实际他也不需要压他母亲的房子，只要他踏踏实实出去打份工就可以了，是吗？光是打工永远买不起房子，也娶不起你。你听嘛，他就是这样，小的工作不想做，大的他也做不下来。这种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行吧，今天说你的妹妹也来帮你来了是吧？是，来我们把妹妹请上来，有请。好，不愿意跟你哥站一起。好，那你站我这儿吧。怎么了？就哭着就上来了。真的，我哥哥他做的事情太让人伤心了。他现在坐在我的母亲家里边，80多岁的一个老母亲，还要靠我的母亲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他也不出去工作，他放不下他自己前面的光环，他觉得他也曾经他辉煌过，经常找我要钱啊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出去找你要钱呢、对呀、这些事情他们都还有些帮他们过，隐瞒我，根本就没跟我讲。这个应该平常叫什么？叫姐还叫嫂子？叫嫂子。啊，这嫂子怎么样？嫂子很好，其实他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就是希望我的哥哥出去找找工作，为了这个家。好嘞，谢谢您，请回吧。你看弄得一家人成什么样了？跟了你12年，不给人家名分，不娶人家，有钱的时候说我被伤害了，没钱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拿什么娶你啊？人家在乎过你的钱吗？不在乎我的钱，那为什么现在要离我去？我在乎你钱吗？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出生意的，那你就不要离开我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摆在这儿了，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家庭呢，一半是依恋，一半是依靠。几乎所有的女性在择偶条件里面都会标注对方这个男人一定要有责任感。所以我说大哥你啊，什么叫好男人？事业成功并不能说明这个男人就是好男人，可能他遇到了那个时机，并且有一定的能力取得了成功。这个男人最关键的是他如何面对挫折，面对挫折是一蹶不振、怨天尤人、至此消极，甚至于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还是说乐观面对，对于另一方不离不弃，并且能够积极向上？你想想你属于哪一类？如果你不能做到对对方有责任，并且有让对方靠得住，你连个男人都不是。现在居然
还惦记了80岁老母的房子，我亏你想得出来。那是准备拿出来贷款嘛？你贷款，贷款我重新站起来。对，你重新你要从哪儿站起来？我还是租我的老本行，住白货嘛。那是借口，他电线就是想拿去抵押了，再拿去去读。我给你个建议，现在你所有的资本以及你的背景已经经不起你再去赌博了。这个赌博不是说你去参赌，而是说你这是事业上的，这我觉得也算赌博。你要从最基础的、最安全的这个水平去拼搏，一定不要打你80岁老母的房子的主意。另外，你怎么面对你面前的这跟了你12年的女朋友？你给她什么承诺？她要的就是很简单，踏踏实实的迈出工作的第一步去打工，找一个你力所能及的职业去做，哪怕一个月挣个1-2千块钱。是啊，只要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总比你去你妹妹家去分他们的1000多块钱来的光彩吧。嗯，周老师，我不知道大哥这个习武之人能够分得清什么是真朋友，什么是假朋友吗？赌债60万，这是朋友之间能做的事情吗？对于陈大姐来讲，你唯一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她出去，让她自己去重新树立她的一个生活。如果她还天天赖在她的母亲家，还要赖在你的身边，赖在她妹妹的身边，她永远也树不起来。而且还有一个，既然你有那么多朋友，大哥，你那你找朋友借钱呗。你那么多朋友，你习武之人朋友圈子很重的，那么众多的朋友圈子都没有人借钱给你吗？他就不借给他了。我找他借钱，他们借钱，他们就不相信我没有钱。房子都输完了，别人还认为你有钱吗？行吧，姚老师，到现在我听了半天，我觉得他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关键就是他老拿这个所谓的习武来说事儿，这完全就侮辱习武。他到现在都没有认错，52岁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心态啊还像25，还要老母亲的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可能像一个50多岁人一种思维一种说的话。我觉得周老师说的很对，他对朋友的概念确实有很大的误区。嗯，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把你的房子拿走了，让你们没有住的地方，你还认为是朋友吗？所以我觉得糊涂啊。对啊，需要你醍醐灌顶了。你相信承诺吗？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承诺有用的话，要结婚证干嘛？一个人真正的在生活当中默默付出的行为，才是真好的证明。12年，换来的就3个字。为什么会沦落如此境地？没办法，是吧？他反反复复说没办法。什么叫做没办法呀？借口噻。他的所谓的没办法的解释，是因为我交了朋友，我们之间有友谊，所以我落不下这面子，我要把这个钱输给别人。什么是习武之人？习武之人是重承诺、守信用、广交朋友、从善如流。你是干嘛吗？朋友来了，差一个人由于经常走了，不差，必须要去跟别人家装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依你这样说，开茶楼的都是血本了？不一定。那为什么你就会亏呢？这2年才亏了嘛，那几年还是赚了。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事儿？输尽家财，游手好闲，死要面子。一个女人跟真的离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小陈，请你相信我，别离开我，真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从今以后，如果说我再赌博，任凭你处置，你要哪点我砍哪点给你，请你最后相信我这一次，好吗？我不会相信，我这次彻底和你分手。我希望你不要再，我走哪里你不要跟着我。我出去打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说老实话，在了12年当中，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还是有点感情。关键是，你就是最后打我，我就想到你像我前夫就是这样打我。我一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你的那种倾向全部像我前夫。你叫我这样，
我怎么能够？这么说你还是不相信我？你要我怎样？你先相信我，你说。我不相信，没相信的余地。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了。不给。十二年的感情啊，就这么。没办法，那是你自己造成的。被你姨妈就没了。那是你妈妹的，不是我妈妹的。请亮灯吧。老胡大哥，确实把人心伤透了。我觉得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他真的戒赌，真的愿意出去的话，毕竟有十二年的感情，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给一个机会，让他再看一看他。因为其实这个人是有毅力的，如果他真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错，愿意去改的话，也许这种意志力会帮到他，也是供您参考。最后的决定要你们自己做哈。好了，两位回去吧，大哥回去吧。如果人家做出了选择，就不能再做那个追踪什么的，这可以做到吗？请回吧，大姐，这样你可以有一个更清醒的一个选择，好吗？请回。啊，来，请关门。哎，大家赞成他们俩继续吗？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来，各位请表决。100%，这反映了你们一个态度，衡量出了我们大家的一个道德评判的标准。我就在想，一段12年的感情，真的说抹去就抹去了吗？就是因为一个人2年的错误，是不是一个人真的就一点毅力都没有，改不了自己的一些恶习？我不知道啊，所以想法很多。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一起来数五个数，来，5、4、3、2、1，请开。一起来数五个数，来，5、4、3、2、1，请开门。天了，当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无法知道自己是否选择了对的人，所以你只需要勇敢地去选择你觉得好并且爱你的那个人，然后用一生的幸福相守去证明你选择了对的人。爱是给予，但它是合理的给予，以及合理的放弃，以及合理的赞美和合理的批评。如果我们不把合理做好的话，可能我们最后把爱会变得来不纯粹了。所以合理的给身边人爱，并且爱你身边的人。人生在于运动，爱情在于心动，婚姻在于行动，幸福让我们感动。嗯，谢谢。爱情不是比赛，运动场上要拼个你死我活。爱情我觉得是付出，完全没必要两个人去总是在针锋相对。要尊重自己的选择啊，但是一旦你成熟了，发现你的选择有问题了，你就要接受现实，从现实当中去找问题去处理。在这儿我们要祝愿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像涂老师说的那样，四动嘛，生命在于运动，我们都运动起来，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干嘛呢？不是用拳头用嘴巴去跟爱人兵戎相见，而是好好的爱护他。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海伦凯勒眼镜以及海豚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